客户发来的一对核桃，就这个纹路里边，他怎么也清不到。现在跟我一起来解决它。客户在家自己用大钢丝这样清理，无法刷到纹路里边。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，看看就这样的小钢丝直接扎到纹路里，清理每一个缝隙，墨子瞬间就下来了。然后我们用笔形刷进行大面积抛光，这是碗形棕毛刷扎进去抛光。最后一步，我们用笔形羊毛刷进行深部清灰。即使你的手再巧，没有适合的工具，也一样无法把底打成这样。这款机器不只用于打底，也可以代替平时的手刷。朋友，如果你动手能力强，请不要给我发货。小店内158套餐，解决你一切问题。效果好不好，大家眼见为实。小店下单吧。